在机器人世界拳击赛二中，玩家要与世界各地的机器人决斗，想办法赢得世界机器人冠军的头衔。每个机器人都有各自的风格与特殊技能，如果遇到相克风格的机器人，打起来就能轻松占上风。战斗中只要按下相对应的按钮，就可以使出轻拳以及重拳，而防御则是要将虚拟摇杆往下或往后滑动。如果特殊技能成功命中敌人，玩家还可以做出荧幕上的指定动作来提升特殊技的威力。如果你是被打到的那一方，也可以跟着做出指定动作来让伤害降低哦。最后只要让对手血量归零，并且在时间内点击所有出现的圆圈，就可以给对手来一个帅气的终结技咯。